一个迷你豆的秘密。在游戏中，大家一定要留一个迷你豆。很多人说一个迷你豆没有用，伙伴们错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游戏中的迷你豆特别重要，大家一定要留一点迷你豆。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现在的版本中，我们想要获得皮肤，我们需要用迷你币买，所以很多人说迷你豆没有用。伙伴们，今天我要告诉你迷你豆的第二个功，好多人都不知道，不就是皮肤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豆的第一个功能是伙伴们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抽一些老的坐骑，我们需要用迷你豆才可以获得老坐骑，但是呀，新版本的坐骑只能花钱买了呀，用迷你币，所以很多人觉得迷你豆没用。现在我来告诉你们迷你豆的第二个功能，迷你豆的第二个作用。其实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我们的皮肤装扮库里的定制栏，老官方专门为迷你豆准备了一个功能，叫只看迷你豆的装扮。大家看，其实游戏中的迷你豆还可以买皮肤，并且非常非常好看，所以啊，迷你豆千万不要乱花呀，迷你豆也是可以买装扮的呀，并且都很好看，大家知道了吧？